中，是谁最会利用小心机，然后抢版面？对于 C 位最有企图心，想要抢 C 位啊 ！C 位是被拱出来的，而不是抢出来的。富邦我们的 Angels 谁？奶昔是你。喜力，你以为是丹丹？为什么然後会是我呢？因为你很喜欢装可爱啊！哎，在应援的时候就一直嘟嘴，然后后面他们那个球迷就哇哇哇哇哇哇这样一窝，没有没有。丹丹，人家说应该是你哎，你们坐啊坐，你们可以坐，你们没事的坐，没事啊，因为站着不会差太多。我们还以为好可爱哦。就是我们有一次在经典赛的时候，然后他非常的认真，认真到就是他都会做一些很独特的表情，然后比如说动作超级强，怪异的动作超级用力，然后让观众觉得我们都没有认真跳，然后还在下面留言说，嗯，学姐你们要不要多看看学妹啊？就是人家多认真，你们都不认真跳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件事。哇，你当然不知道啊，因为不是你被骂，哎，因为你不是学姐。好好要好凶哦，而且奶昔他才进来第二年而已，然后他就人气就。飙涨，哦，人气飙高。他每次拍照的时候就常常眨眼啊、嘟嘴啊，然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不是会坐着，哎，可能补补妆吗？对，就看到哎旁边学妹都在那边，一直在拍找镜头，找大炮。我们倒是比较想知道，池妹是不是真的就像她的外表上，在团队里面没有什么杀伤力？当然不是，没有。也是有学姐的样子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后面的题目慢慢一题一题来处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 Lucky Girl 到底谁会耍心机的心机女？嗯，抢版面，抢版面，谁？讲一下，因为我们三个人真的不太抢版面，是因为她是学姐，所以我们会先让给她。要让，对，我们都会让位的。我觉得他们有点搞不清楚他们在问什么。他是说小心机导致的 C 位，所以他刚好说我们三个其实都还好，但硬要讲的话就是我们会自动让给你，因为你资深，资深大学姐，谢谢。那你觉得谁？你觉得谁？我觉得是云溪耶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云溪是表情包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对什么？你不是学他？他也是表情很多，他可以一个可能一个 moment 十秒钟，他可以做20个那个动作。屁啦，不要乱 Q。有，没有表情很多。云溪，我有看你那个啦啦队表，哇，表情真的很多，真的很多。我们是，而且你是跟球迷有互动。对，很多，他也很会眨眼。比如说刚刚那首歌好了，那首歌日文，因为我听得懂，所以我知道他里面在讲什么，所以我会融入他的音乐去做表情。哎呦，对啊，他们就是听不懂啊，又不，我们会笑啊，我们就笑而已啊，我们是专业笑容，这样就很无聊啊，专业笑谁要看啊？对嘛，那谁谁心机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集很猛，走心了喽。我就跟你们说，女孩子的臀不要出这些题目，对，真的很痛苦。他必有我师，对不对？然后两个人同时选你，可能你就真的是心机女，真的有一点问。对谁的第一印象最差？哦，又爱摆学姐的姿态，有没有？倚老卖老，老屁股。富邦啦啦队谁倚老卖老？老妹了啦，老妹。哎，干嘛干嘛？不能唱。就是你，不可能吧？师妹那么可爱，不可能那么心机吧？没有，她看起来可爱而已。她练舞的时候很没有杀伤力，她练舞的时候很凶，什么怎么样很凶？就他们不敢讲哎，有点都不敢讲。大家都在练舞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女生比较多，就会叽喳叽喳喳，她就突然转过来说：“你们到底讲完了没啊？”然后突然所有人都安静，这么凶啊！声音超大，师妹会这样？等一下，我不相信。师妹，你试试看，讲一次。好，没有，我哪有？我都在说，假装你们小声一点。你才没有，不是嘞。哇，这是我的专业嘛，要认真。对，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太多人会一起叽叽喳喳，那这样就排不完啊，是不是很疲劳？这样子这么长时间，然后都不排舞，一直在聊天，会没效率。所以我就是要管秩序，那是要谁管，对不对？风纪鼓掌，风纪鼓掌。可是你没在工作的时候也在管秩序。我们上次春酒的时候，我只是摇个铃鼓，我们去唱 KTV， 然后我摇铃鼓，然后很开心，耶耶耶，然后他就说。现在大家还没有嗨，不要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嗨。现在不是工作。应该是池妹你自己还没有嗨。你以前你是
你是风纪股长，你有强迫症的。有，我以前有当过风纪股长。难怪，但是我要反驳，我要反驳，因为奶昔他是私底下也是很可爱的人啦。对，但是。是，但是因为他就是因为很可爱，就呆呆的嘛，然后很常会在我面前扮可爱，或是在我耳边吵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哇，你真的好吵，我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叫他闭嘴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以先不要吵吗？像他刚走上来的时候也是一直在那边这样，我就很想打他，一直发出声音就对了，是蚊子，他一直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对，你就觉得说。还没有工作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可爱呢，学妹？好的，学姐，好的，学姐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学姐好可爱。师妹这个话就有语病了，还没有开始工作，不要那么可爱好吗？原来她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会假可爱。你有听出话中话啊？假可爱。哎呦，不行，她随时能量都太高了。我是有很有时候会没电的人。就突然没电，我就会没有表情，而且我没表情的时候脸会很臭，所以我需要集中精神在工作的那一刻。但是因为他才来两年嘛，你看他再待个十年，他也会这样。哎，你是已经倦怠，你职业倦怠了。云溪，你现在是说曲艺跟林丹的？哎，他出道更久，天气女孩只是散掉了，还久哎，解散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才沦落。我们这里，我们算年轻的了。好 ，Rakuten Girl 到底谁雀屏中选？是你姐？怎么可能是我？爱摆姿态，我超 peace 的，我超 peace 的，我好像两个都投你，是不是？我投他，但是我理由是因为他个性比较直爽，然后常常我们休息室如果要拿东西，我们其实学姐都会一个默契，他们不会讲说。啊，新进来的学妹怎么样怎么样？那普遍的学姐都有一个默契，就是 A 现在谁要去拿便当，学姐们都会这样安静。她很容易以子气使，她说：“哎，那个谁听到我干嘛？”没听到，对，她都会指使别人叫她帮她做事情。对，但林丹就是比较直爽的，她就说：“哎，云溪，你新来的学妹，哎，赶快去拿便当，还在那边干嘛？对，快点过来帮我绑头发。”对对对，对了，绑头发会了。她就说：“哈，那学妹一定要这种戴。”她说：“对啊，只知道你是学妹。”对啊，然后我还反呛她说。没关系，明年新进来又有新学妹。他说：“哼，新进来学妹，你还是学妹，你就是个万年学妹。”解释一下，因为我跟云溪太熟了，所以我只会对她讲。但是其他女孩、其他学妹，我就不敢这样讲。